대신 쓰고 하는
这也就是叫做了解。这个嘛，人家呢，他纯粹就对嘛到，刚说了，青少年，那你学这种事情，你不干。那个外国人这个年纪，今年几十岁、几十岁了，都认识的，亲戚下我就这个呢，你下一代方面哪去？你嘛到青少年了，我说你嘛到。这他在那里他其实是这个解决的吧，第一步是干嘛？经常说的从这上去解决的吧。第一嘛都没在方面上去，那么对呀，就是说对你，今天你一些台词的不要这样，为了你下的时候吧，是吧？是当白宫的主任、行政部长啊，什么行政啊，什么都晓得吧？你给他们办一个嘛了，那人家不掏那边。你那方面多少的吧？你看都大学生方了，纯正就对于纯正的，你给他的教育，教育。但他是当然，现在不但纯正就对哪里大学，那咱们教学多少，咱们都给点了出来。马来人都亲自去跟他们交往了，从南边过来，啊，南边过来，南方过来。这个什么非洲的话，那些那些是啥说的？这种是叫第一源，希望了。第二，俺们说了什么？纯正就对于呢，纯正心理。第三，还有个是呢，这个对你的七七九大是我最凶。打了那些不是说公安，打了那些退休那些工作不往家打，咱这些什么？当年没事，这样过一过。那对哪些？那对哪些？我的亲属前辈呢？你们来来，你们来来，哪位来来的？就我当，就我当年的话呢，公司叫公安，退休不往家，一头当牛，当当时在那里工作就当了。这种呢，肯定就对你们一年呀，也是情况亲切，一年亲切亲，一些一年一年，那个哪里大学一大半年，大学嘛，那他就别接触了，就别去了。那从自己能做的，这种呢，但是那个他那个同学，他们写啥子啊？然后现在那个 from 来的，你像苏州的话，如果现在是给青年同学他们学会了。如果你加个什么叫加个什么拉嘛，就是说对你，原来是差的，那原来是差的了吧？差一点话，对那个你加个，你磨去了吧？加个你得吸去了吧？拉回来它，你是听出来拉的。对我们方面，还有哪一方面对加个没本领呢？你去听过了加个对，那你还要听个什么？对不对？那现在。你进行目标上来进行管理，是。啊你，他今天进行最高的，啊你，对的，加大比，我那地方呢，今天也加大了，对的，加大比，没办法就过呢，是吧？那难大了，过啊。也的，也不是你们这些都轻易，你这方面能挣钱吧？纯粹讲工业嘛难过吧，这个是这个。当然是，现在说的主要的是有些利润吧，比civil political rights 更有利润。利润，当然了，是当一个人的，是吧？你们这些做了，你们这些做了，你们做了，你们做了，心想一个人，心想就是，你就想去拿过了，也不能当一个人，当一个人的。当然是包台子的事，不然深入过不去，情感了，先把这方面的，不然都是的。都是两个体育是呢，我说过了，当然不是下个方面。别的工作不做的话，人呢，我别的工作，别的还是加个不起。
在当巡守当主席，高速公路那也是主席，高速公路当时拿的别的别的当时拿的是谁？当时，啊你当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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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哪方面为人呀？